得自己表现还不错，都篮板都有去抓，防守也有守护好进去。赛前都有跟我们讲说，他们有几个会很爱切，要守好，然后也要叫我们把卡位篮板防卡位的防守篮板抓好。防守这一块啊，我觉得有达到我们一起想要做的一些细节，球员的专注力跟那个集中注意力还蛮够的，然后也不会说过度集中精神以后变得紧绷，不会说什么脑充血啊怎么样，都很清楚知道做什么事情。出乎意料，原本没有想说得分会那么高，因为之前的比赛就是10分以下，然后这样才可以就比之前还好。比赛前是有做什么样的准备吗？那个投篮调整，就每天会教练会强调那三分线，因为我们球队是都、就是外线，在外线要比较准。今年就准备好重返冠军赛，带领学弟拿到冠军。